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蓝眼睛，她就是图兰朵公主，难怪脾气那么大，冷冰冰的，我不喜欢她。我还以为你不会来。这厨子在干嘛？三色者失策，愈加猖狂，公主会陷入疯魔，可有破解之术？求婚者中或有人能破除咒语，每个求婚者必须以命赌。你不干了？我必须了。朕就给你这次机会。放开他！你求我来，这是我最后的机会，也是你最后的机会。你真的卖那个公主吗？就算是死，我也要娶她。一切都结束。蓝眼睛！